房价的问题，你有没有注意到房价现在在降？啊？有吗？有啦齁，我是感觉不到啦。没有哎、欸，没有，没有，没什么感觉，因为它的数字还是太高了。你听到之后，你觉得？是谎言的一种吗？谎言。我们是租房族，因为买不起，再怎么努力工作呢，都来不及赚房子的价钱。高房价就是是在你们夫妻生活中算是一个蛮大的一个负担。对，我们这一辈的，就是我们是三十几岁世代，我们身边大部分人就是都面临一样的因素。我相信他讲出来这个话，他也没办法去改变了，他只能够去迎合某些他的支持者想听的那些话。平行时空，降全台都在涨，你住哪个世界？一定活在不同一个世界，从以前他就跟我们活在不同的一个世界啊。如果他愿意去别的地方听听，不要说其他颜色的，就比较偏中立的讲的话，他愿意听的话，那就是平行宇宙，因为他们看到的跟他世界完全的不一样。对啊，他如果真心想要当总统，难道他不应该去看看其他的世界，其他人的想法吗？可能我们收入不一样吧。对啊，我觉得是这样。可能以他们的年收入来讲，可能房价对他们来说不是一个奢侈品，但是我们一般老百姓可能民间疾苦。对，真的，我也希望政府能够多了解了。司法改革做到哪边我们不知道，居住正义我们喊了八年了，到前一天我们才开街说，哎，你们现在说要给我们30年房贷，哇，我要背30年。你有没有想过，哦，你把房贷拉到30年，是不是他们的起价可以拉更高，就会剥削年轻人？然后再来，你现在还囤房税，你前几天花去，前几年我们花进去不早就说走，囤房税是会害死台湾的，然后结果搞什么？你家里点激发，我们台湾出生率都比房子少了，房子都比我们年轻人小孩子多了。那全下，那这个叫居住正义，我们看不懂。对，我们不是，而且我们觉得最不能接受就是台湾为什么只有支持民进党才能叫做爱台湾，对吧？我也支持台独啊，那为什么我们这样子要被上街，我就被说我们是中共投入人？但这就是我觉得年轻人看走走不公不义，然后我们就是在底层很可怜在爬的人，像虫一样在爬。对，然后我今天说不定我今天讲个话，我就要被你民进党查水表。跟王国才部长愤怒地说，我们受够了，我们的交通改善，交通部永远只会单靠执法还有检讨行人，王部长的所作所为看不起所有没有汽机车的学生们。下雨有比台湾的驾驶可怕吗？下雨有比台湾的道路可怕吗？台湾交通改革不能再等了，现在行人的意识高涨了，他开始抹黑我们滑手机，抹黑行人慢慢走。我们不会因为下雨而死，可是我们会因为使用台湾的马路而死。这场雨很快就会停止，但是我们的斗志不会消停。重启个屁！重启个屁！重启个屁！能源能够获利21倍，那这21倍是不是因为绿电真的赚很多呢？委员为什么不再继续的来回答呢？有关于这个台电的部分，声明都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所以您觉得这个部分声明了？谢谢。绿能发电变成绿营发财，啊，人家开公司嘛，赚钱嘛，一切合法啊，赚钱就是要给人家赚啊。哦，是哦，我也想开绿能公司，请民进党支持5年内上市柜。云豹什么条件，我什么条件？为什么标案你们拿？我也想拿，人民也想拿，大家都想拿，只有你民进党可以拿。我卖枪卖股，我下去当诈骗集团，讲也没有他们这么好赚。真的是被骗票啊？哪里不是？前瞻计划8000亿哦，我再跟你们讲一个打诈，真的是这个政府，我不喷你真的不行。打诈办公室，我没点过哦，好不好？我 Google 打诈跳出来第一个，打诈办公室花10亿装修，柯文哲这就是另一个新竹棒球场。不是，你们真的看一下打诈编列的预算在这边，前几个礼拜才喷过数位发展部，唐凤领军的先建一个新的数位发展部，编了几百亿，做什么事？点线面外卖，他在做 Uber 跟熊猫已经做到的事情，在推广外卖，不然冲他小啊，就算了。然后诈骗一堆，处理不了。哎，你不是数位发展部吗？现在诈骗都是数位在诈骗的啊，都是透过网络 FB、LINE、
都透过网络在诈骗啊，或者透过电话简讯，不是吗？那不是数位发展部管的吗？数位发展部管不了诈欺，还要另外再成立一个打诈专责办公室，编列13亿预算，有10亿拿来整修设备跟场地，10亿啊！你看一下我们民进党政府现在在花钱的样子，花钱的这个嘴脸，13亿的预算编了10亿在设备场地整修，那去你数位发展部在干嘛？你数位发展部没有空间编列一个部门去打诈，还要另外再拿13亿，再出来再盖设备啊，再盖场地啊，再盖好再请你防诈，我真防你妈！你这10亿的设备场地盖好，多少人的财产、生命财产被骗光了？13亿拿10亿去盖设备，你盖什么啊？新竹棒球场哦，真的是拿去盖新竹棒球场啊！太恶心了，这个政府有10亿在那边盖设备、盖整修，有几百亿在给数位发展部花，你没有能耐去阻止这些横行的诈骗，然后还要再追加13亿，真的是垃圾政府，笨兽进户的几款，你他妈你才是最大的诈骗集团吧？你来盖机房骗自己人民吧？去你，这不是合法的诈骗集团，这是什么？和平不会从天而降，备战才能够避战，能战才能止战。从2024年起，恢复一年期的义务役。只要台湾够强，就会是全球民主自由的主场，就不会变战场，青年就不用上战场。烂总统让台湾人上战场，蔡英文说台湾如果够强的话就不会变成战场，但执政的是你，延长兵役的也是你，难道现在是在凑自己吗？两岸若能够和平的话，也不会有所谓兵役延长的问题。票投民进党，青年上战场，这句话不是口号，而是事实。民进党执政之后，两岸兵凶战危，飞弹整天是从头上飞过，贸易跟经济呢也是一样民不聊生，这些种种不都是因为民进党整天挑衅，不顾人民死活的后果吗？过去的台湾是一个安居乐业的环境，而现在呢，变成美国的军火库，不断的妥协得到了什么？蔡英文竟然还敢说台湾要够强这句话，烂总统派台湾人上战场，还有资格说这种昧着良心的话吗？最近真的很难买，昨天才跟朋友团购。那是因为去市场或超市都买不到吗？对，我是用网购的，对，所以就买不到。那如果蛋跟鸡排，你比较想要拿哪个？蛋。往前哈，来，活得一点尊严都没有，被糟蹋成这样。半天用丢的吧？对呀、啊，对呀、啊。民进党执政是过了什么？我们过了什么？有钱都买不到蛋。民进党怎么下台？他们有没有替老百姓想啊？对呀、啊。什么物价全部涨，薪水都不涨，我们日子怎么过？你说年轻人怎么生孩子？自己都过活不下去了，拿什么养小孩？对呀、啊。房租也多贵，房价多贵。对，赚的薪水根本不够过日子。太阳系全校克斐尔益生菌，我吃了2-3天，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因为太阳系全校克斐尔益生菌，才让我认识到克斐尔益生菌，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你知道吗？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称它是神仙的礼物。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克斐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也因为这不是药，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选择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做好日常的保养，身体健康没负担。每日克斐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